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蝶姐姐。哦喽，对，那虽然她叫红蝶姐姐啦，外表应该是蛮年轻，但是可能年纪很大了哦，谁知道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敌对的玩家有四个，一个是慈善家，两个医生，一个空军。那慈善家天生就是克制红蝶的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手电筒一直照我，我就会变成金黄像，金黄像再加上他的光线一直照我呢，我可能会晕，所以呢，慈善家很讨人厌。所以呢，一开始就遇到慈善家，才刚讲完，好，我们去追击他。那哦，我这个刹挪生灭这一招呢，对，就是要看到人的瞬间，可以瞬间移过去。但是只要被看到之后呢，就会变为金黄像。那刹挪生灭这个技能就会中断。那现在没中断，可以砍到他了吗？砍到了。好，终于挥到了这个慈善家，你死定喽！呼呼呼呼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把他抓起来。好，这个红蝶的天赋技能怎么点呢？我个人是建议呢，可以点约束。对，约束呢可以搭配红蝶的美人像，减少警戒的范围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用了约束的话呢，原本美人像的警戒范围就很少了。那如果再加上约束的话呢，就会更短。也就是说，对方呢要在你非常靠近的时候才有心跳的感觉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挽留，就是一刀斩啦、啊。一刀斩的话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配合传送的话呢，有可能会逆转局势。那也有人说张狂很好用，但我觉得张狂还好啦，所以我觉得 我优先是配约束跟挽留。对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慈善家非常没有人缘的在这个地方，没有愿意救他。其实这样算聪明，因为他们还有四条破译机没有破译，要加紧破译。好，剩三条在那里。但是我不打算过去，因为我还想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会救这个慈善家，再捞一个人。感觉好像没有人想要过来救他。好，算了，慈善家已经差不多快拜拜了。我们呢就传送过去，附近看没有人。哦，没有，完全没有人，太好了。传送错误了吗？好，回来了，这个美人像，美人像移动速度会加快。各位如果有玩红蝶的话，就知道尽量用美人像靠近对手，对，然后不要让他看到你。那其实说来容易，做来难，对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四处晃晃，用这个无敌快的小碎步，对，超厉害的哦，小碎步。然后四处晃晃，四处绕绕，看还没绕到其他的人。好，还有一招叫做这个离魂疑惑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往上飞高。哦，看到护士，我回到了吗？回到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再来一下。我们现在波罗像非常不利，因为速度非常慢，移动速度会变得很慢，所以要赶快恢复成美人像呢，去追击对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是逃生者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差赶快跑走。对，尽量利用地形的遮蔽物去跑走。像我现在呢，就找不到人了，对不对？找不到人喽，护士失踪喽。那现在我们要继续再去找其他人喽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离魂疑魄呢，基本上我是觉得，哦，又看到一个影子。自从有了这个波尔像的这个符号出现之后呢，其实找人呢不是再那么困难了。除了足迹之外呢，也可以靠透过这个符号去判断有没有看到人。对。那看到人了，就习惯性点一下点一下，有时候就能瞬移到对方那边去了，你就等于是赚到咯，马上就可以秒杀他，对，算是还蛮强势的技能。我现在是波尔像，然后对方呢又是要逃跑咯，同一个护士。好，刚刚他已经透过他的针剂治疗自己了，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没办法再打他，然后送气球了。我们现在还要再继续追击，很麻烦。那刚刚呢？我这个踩板子的速度是比较快一点，各位看到有没有？哎，比较快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点天赋技能哦，各位找一下，可以最高可以减少 40% 的踩板子的速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对我还蛮实用的。哦，躲在这里。好的，医生被我抓起来放告别气球喽，我们现在要跟他告别了。那现在呢，医生和空军还是不见人影。没看过，所以应该空军会来救吧，因为毕竟医生在这里被关，欸，很难讲，因为慈善家刚刚被坐椅子的时候空军也没来救啊。空军不知道在干嘛，因为空军明明就破译速度下降那么多，还是不愿意过来救。哦，看到了，在那个破译机那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波罗像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就在那里了啊。所以我现在还是在观望的时候，好，传送过去。
再来一下，果然。为什么要把子弹浪费在这个地方？我现在不是很懂了，为什么不把子弹浪费在救人上面呢？好，现在自从红蝶上市之后呢，每个逃生者都已经，我看过好几个都是像这样走，就是有点像太空漫步一样。对，面对红蝶的时候可以这样走。只要按着那个一个按钮，对，它会显示一个按钮，就可以这样面对着红蝶这样走。这样的话呢，我追击速度会变得慢，但是问题是你这样跑也不方便，所以很难讲。所以你们要熟练太空漫步哦，这样就不会被我抓告白气球了啊，不是，是告别气球。好，我们又上一个椅子了，现在剩下医生了。医生，你要过来救吗？这个无情无义的空军，只想着自己玩乐而已，只想着自己开枪不救人。那你要过来救他吗？好，其实离魂一魄呢，怎么讲？有人说不实用，但是我觉得其实看场合啦，如果你要定位人家的方位的话，还蛮实用的。但是前提是中间如果没有遮蔽物的话会好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赢了，医生已经逃跑了，那我们就下一局喽。哦哦哦，圣心医院是吧？哦，妈妈咪呀，四个慈善家。天哪，这次是全部都是克制红蝶的角色，那遇到四个慈善家该怎么办呢？嗯，一定很多人有这个疑问，对不对？没有怎么办？还是这样打？不然能怎么办？你要不能中离？好，我们现在呢一样是按照正常的路径来找慈善家。那慈善家希望这四个慈善家呢能够非常的不合作，然后彼此起口角，然后还要起争执，比如说为了争夺家产啊什么的，然后就一言不合打起来之类的，这样对红蝶来讲是比较有优势的。好，想太多，我们现在呢马上就看到了一个人在破译机器咯，冲过去吗？来，刹挪生灭，他没盯我，所以我那么快打到他。我打到他吗？我没打到他，手太短。哦，手还是持续这么短哦。哦，手还是很短，挥不到。扇子就不能做长一点吗？呼，哦，回到了，回到了，终于回到了。好，红蝶，我是建议用蓄力攻击会好一点啊。虽然，蓄力回来的这个时间差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至少它的挥舞半径会大一点，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蓄力攻击会好一点。好的，抓起来放告别气球喽！我们要告别这个慈善家喽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他现在持续挣扎，但是没有任何用，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到椅子喽！呵呵呵，好，放去。好的，现在剩下三个讨人厌的慈善家了，我们用这个离魂一波再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人要救他。好的，看来是感情不太好的四胞胎四兄弟哦。感情不好不能怪我啊，只能怪你自己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稍微等一下看会不会再过来。恢复美人像之后呢，其实我是比较安全感的。哦，有耳朵，有耳鸣，有耳鸣，有人在附近，是不是想要救？感觉是想要救。我们绕一下绕一下，目前呢其实局势还 OK， 因为还有三条密码机未破译。如果他们持续呢已经扰乱他们的心神，想要救这个慈善家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呢，破译速度会再下降。看来我想太多了，又破一个了。好，现在呢慈善家快要拜拜了，快要飞高高了，我们再去找其他人好了。哦，看到一个慈善家在这里，走吧，我们去找他。反正这个慈善家已经飞高高了。这时候对道也能用离魂，不是能用这个刹挪生灭，就用刹挪生灭。躲在哪里？他到底躲在哪里？看不到，就这样消失了，太神奇咯。哦，在这里。好，传送距离很短，但是距离有效拉近了。好，这个人放板子，然后。不过板子，虽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对我还是有点帮助，不错，确实是帮到了我一把。好，我们现在跟他玩捉迷藏躲猫猫，到底他在哪里？看不到，我也没看到脚下的足迹，所以走丢了吗？我该不会是走丢了吧？但是附近还是有耳鸣的状态，所以可以知道他在附近而已。我们用这个灵魂一波看一下，我们在附近。好，好像没有欸，好像走丢了，真的走丢，但他就在附近啊，应该躲起来。我们先到这个破译机这边好了，抓另外一个慈善家。嘿，没打到。
绕圈圈，还跟我绕圈圈没打到，嗯，气死我了。好，穿过去，再打一下，打到他竟然不动，还是被卡住，还是愣住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想用板子压我，对，他果然用板子压我了。啊，一个，不注意，我用手电筒照我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我就炫光了。可是理论上我戴面具应该不会炫光才对啊，奇怪。哦，来一下。好，这个也搞定。现在呢，两个慈善家被抓了，太好了。我们只剩下一个半慈善家，怎么说？一个剩半血，所以剩一个半。好，然后慈善家呢，到底要不要过来救你的兄弟呢？看来以之前经验来讲，应该是不会想要救你兄弟。我们再用灵魂波看一下。嗯，嗯，嗯嗯，嗯，没有，好，应该都是不在附近的。我们应该要主动出击，去找其他慈善家。好，大门已经电闸开启了，那这时候呢，就是很关键的时候，看到他们两个往大门那边走了，所以这时候可以用传送过去。但现在呢 ，CD 时间还没有完，所以用走过去拉近一下距离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可以够咯，但是也快到了，所以就算了。好，有耳鸣在附近，看到了，在大门口，拦一下哦，嘿。好，因为我现在有一刀斩，就是俗称的挽留啦。那这个时候你看就发挥作用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透过传送啊，或者是利用刹那生灭去拉近距离，给他一刀斩，会制造很大的压力。那这样呢，局势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会逆转。好，那我们再用离魂一波看一下，嗯，好像你的兄弟也不打算救你哦。太好了，这是四个非常不团结合作的慈善家，那应该会走地窖。我觉得如果以这种局势来看的话，他应该在地窖等了吧，还是会来救，不知道。但是无论他有没有来救，我觉得应该好，我觉得他不会来救了，他真的不会来救了。那我们就等美人像出来的时候再去追击吧。 OK， 走喽。在这里吗？疑心病很重，不是在这里，但是一直有耳鸣啊，代表他在附近。附近有地窖吗？诶，奇怪了，就是没看到人。好，确定只剩他了，他应该在往地窖走了，因为门都还没打开。果然没有吗？没有，我们往这个大门看一下。不在这里，失算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应该在地窖，或者是在大门对面打密码也可以，应该还来得及。对，应该还来得及去地窖或是打密码。总之呢，我现在完全找不到另外的慈善家，好像人间蒸发一样，也没有耳鸣，所以看不到人，看不到人，看不到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呢？地窖在这里。哎，他走掉了，他从地窖走掉了，果然啊。好，以上就是影片咯。那如果你也有玩红蝶的话呢，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成果。那我们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按赞哦。想持续转频的话呢，别忘订阅我，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